心响起，忘记下车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当时彰化有名妇人竟然直接按下了紧急停车钮，当时列车正准备要出站，列车立刻刹停。有影伤寒，奈家紧急要开关，加速堵车人的使用，或者台八二二处上八个列车，都才出彰化站，都被逼到爱临停。刚出站，然后就停了。我的位置是上面有一个阿姨在睡觉，我就叫她起来对一下车票，发现她是在彰化站下车，但是车子已经就是开始启动了。我原本想跟她说你要不要去自由坐，然后搭到下一站，可是她就马上站起来，然后冲出去。目击的乘客真好心提醒附近人坐过站，想不到附近人竟然直接冲去市，紧急的开关，让伊看甲全戆去。高铁嘛发生面回应，列车临停了后，确实无属于紧急的事件，都恢复行驶。虽然伫彰化站迟两三分钟，但是刷到伊站点，并无因为这件代志转半分。按紧急钮这样子很自私哎，坐过站就坐回来就好了，坐过站就下一站下车。如果是我啦。对啊，因为紧急停车铃应该是遇到紧急状况，比如说像地震啊，还是什么。其实高铁的紧急开关都有用一张塑胶盖掉的，都爱加油开才起得到，都是为了防止乘客无代志乱骑。但是类似的情形已经不是头一届了，嘛提醒乘客，若无代志而白骑，恐惊已经触法，相关会当处百外万的罚款。这是新闻台报道。好，即马是七月时啊，嘛是有人去咧藏水。伫屏东恒春福林三号厂的出水口，伫早中昼有三个人走来遮咧藏水，结果有人啊堵水，有两位女性都伫咧肉粽角的空旁爬袂起来。这上对接到人的报案以后，随来遮甲人救起来，其中一个查某人互人救起来。赶紧替恁厝里 MOD 的遥控器，伫自选的项目内底来加入民视新闻台，为恁带来上届及时、上届正确的新闻内容。